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零一二三四五六个数字，好不好？今天强调数字不重复的情况之下，做成三位数。老师想请问一下，在这些三位数当中，比240大的有几个？怎么算？哎，老师想请问一个问题哦，9000大还是8999大？9000是比较大。换句话说，数字问题比大小。我只要前面9比8大，我即使后面写000，这边写999，还是9000比较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数字问题比大小，麻烦你要先看什么？前面，前面比较大就会比较大，后面怎么写都会比较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是要比240大，所以说你去想象，如果说百位的地方是300多、400多、500多，我后面随便写都会比240大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百位是200多的时候呢，后面就怎样？后面这边至少要4以上才可以的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了解我这意思吧？所以说这时候数字问题比大小，必须要怎么比较？麻烦你一位一位慢慢算。怎么说？我比240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这时候我先固定百位，固定10位，这样行不行？先比较240多，这样行不行？对吧？先固定百位，固定10位，比较个位，再固定百位，对吧？200多，直接去比较10位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和最后直接比较什么位？百位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数字问题比大小，你就一位一位慢慢算。我再强调一次，要大于240嘛，所以说第一种固定百位，固定10位去比较个位，再固定百位去比较10位，和直接比较百位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首先先看这种状况，240多要比240大，行不行？来告诉我，百位是2，几种选择性？一种。好，白人拿走2了。十位是4，几种选择性？一种。好，十位拿走4了。这时候比较各位，各位要比0大，所以各位可以自己1或3或5，所以各位有几种选择性？3种选择性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这所以说是固定百位，固定十位，我先比较各位，各位要比它大，有没有？我再固定百位，这样行不行？200几种选择性？一种，对吧？比如说拿走200了，比较10位，10位要比4大，所以说比4大10位只能是几？50嘛，所以10位集中选择性一种。好，10位拿走5了，剩下这4个都可以排个位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从这4个当中随便挑一个出来，其中4种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，再看直接比较百位，百位要比2大，可以300、400、500，所以告诉我百位几种选择性？3种选择性。比如说老师举例，百位拿走几百？拿走400，行不行？这时候剩下1、2、3、4、5，剩下这5个随便挑2个都会比240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剩下1、2、3、4、55个数字随便挑几个，挑2个，方法是 P 的5取2是出来了。之后麻烦你把这3种状况把它怎样加起来，行不行？算出来答案就是行，67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后到这边麻烦你把这里把它怎样整理一下，我们就要休息一下再继续。 OK。